幅员广大的中国大陆，多少离乡背景在外地追逐梦想努力工作的人们，在中国的春节期间，不管返乡路途多遥远，也要回家团圆。早上三个晚上才买到一个票，家里一直在打电话，快点回家过年，现在没有票了怎么办？一方面是为解思乡之苦，一方面也是让家人安心。因为现在自己成家了，有小孩了，人家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呐，一年没有见到他们，也不知道什么样子，小孩也不认识我。最艰辛劳累的归乡路，最甜蜜温馨的亲情乐。我是哪个？来，新年快乐！千里返乡庆祥年，除夕和初一晚上10点，国家地理频道。